是田鹅，我们现在要去玩水，然后我们要去椰子林，它是外面有溜滑梯哦，就是冷泉有温泉池，然后硕哥说他想要玩水，所以我们就是会在那边住一晚，然后隔天的话就回来喽。我们现在到和田野，你有看到我吗？看到了，这里有披萨简餐可以吃哦。哇，微微细雨的夕阳呢。我们已经到了，从这边开进来，然后后面就是小木屋，然后这个地方啊就是温泉区，对，然后我们车就停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今天入住的是115，然后小阶梯走上来。哇，我们的房型，硕哥已经在房间里面吃东西了。然后他这边有个小沙发，双人床。然后这边有个小冰箱。超可爱的。他这边好像有重新装潢过了。然后一个迷你的化妆台。然后酒精啊，跟吹风机都有。然后那边有个窗帘，对。然后有挂衣服的。然后它的浴池的话，因为是天然的温泉，所以它的底都会软滑的。然后马桶，好迷你的洗手台啊。那洗手台怎样？好。那我们等下去 SPA 区玩水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去玩水咯。走，宝贝。然后我们的房间就在这边，一出来就可以玩水，嘿嘿，很开心。嗯。我要去帮他打气一下。有吗？有打气的吗？哇！给我去打气。爸爸帮你打气。哦，这边是气，好了，打好气了。我可以下去玩。你去玩啊。你去看一下会不会很冰啊？很冰的话，那边有温暖的。这个是冷水的。会很冰吗？嗯，是这样这样而已。哦呦，有一点点冰，还是你要去温暖的那边？好吧，去温暖的。太冰了，所以它是冷冷的。哇，还有很高的溜滑梯。我那边有换衣服的。然后这边是温水SPA。哇，还不错耶，今天都是温水的。哎，有水耶。八色。也要滑溜滑梯，好快哦，还蛮快的。你抱着它滑可以吗？好，宝贝，你滑你的小小的，爸比滑那个大大的。挂了，下来。喷你。哎，你知道吗？
要不要头发湿？你有偶包哦，你要头发湿湿哦。啊，那边晚上有那个灯，漂亮哦。那边有湿发池啊。温暖吗，宝贝？然后就去温暖那边泡哦，哈。我可以去尿尿吗？阿屁。对，右手边。对。这里晚上就这样，还会有灯，还蛮美的。那间没什么人，就只有我们，还不错哦。那边也是冷泉，那是冷泉，所以它温泉只有这个跟这个，还有这边，对。我们住的地方，还有给我们就是吃晚餐的地方。那我们决定去这个绿精灵瑞穗鲜奶锅吃火锅。要来 Google。我们吃饱晚餐回来，那我们吃火锅，然后说要吃焗烤空心面，海鲜焗烤空心面，他超厉害，他把海鲜焗烤空心面都吃剩一点点。为什么？没电了，没充电了。我说哥回来来看蜡笔小新，嘿嘿嘿。但你还要泡澡对不对？你要玩水水啊？你在干嘛？划船吗？游泳？我在学鲨鱼呀。早安，这是我们早餐。嗯？底下还有就是什么吐司，巧克力吐司跟奶酥吐司，咖啡、红茶，然后还有水果。这个是哦，奶精是吧？奶精冰的啦。那咖啡是热的耶。没有西瓜。哎，我刚在吃早餐。我们要准备退房了，看一下有没有东西没有拿。嗯，